这样的一个立法的原因，这个是被中选会干涉的，非常可惜。这个争执其实也只是一个很小的事，并没有违法，法定的期限并没有到，他只是在证件之后担心法件数不足，到时候万一被删掉一些，到了这个28万以下，那反而不能构成合法的条件，所以他希望政府介入。但时间也是在期限以内，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能活动。中选会如果说一旦活动就违法，我们还在查他，他们在立法来干嘛？像这种事情，既然这次公投法的修法，希望放宽这个门槛，就等于促成公民行使直接民权，这样的一个立法的原意，这个却被中选会干涉了，非常可惜。